这里边这钱就跑了。你说你也不咋，这也是母镜啊？那不是，那是元宝镜。元宝什么叫元宝镜？长乐元宝镜，清代的那。这清代的啊？那清代的。这多少钱呢？那个不贵，那个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呗。那个都没有这小的时候贵。啊。这小的时候战过的是三三斤。三三斤这少啊。这战过三三斤。嗯。这全国要排五六五六啊。这多少钱呢？行，这68万那个。这68啊。哎呦我去。上鉴宝了。这上鉴宝，这个呢？那也都见了。这也上鉴宝了。嗯，这得也得钱了。嗯，这得钱了。那你这个都过宝搁地摊卖不着去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来拿来了，到时候咱那玩来了。啊，这也是，这是唐代的。这就来玩来了。这唐代的什么纹饰？这叫唐代上香五下朱雀，葵花镜。啊，葵花镜，嗯。嗯，四神嘛，四神的方位嘛。嗯。南朱雀北玄武，左青龙右白虎嘛。我看这打开那个报纸，打开我看。我听着你还那么照干啥呀？这就都扯着了呢，就照一下就完事儿了。对对对，喜欢就照一下子呗，这玩意儿没有事，这东西不就给别人看的吗？对不对？嗯，你看又是这家的报纸底下更加全是国宝啊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宣德的，这宣德，这大母钱儿。这个是100是咸丰啊，找哎呦我说，这里有100万的没？哎呦我说，有了，这一个就值100万，这无价之宝，这雍正，你看要买那大的，这玩意儿这大个儿，天下太平的，还有这个太平天国镇库大钱儿，你看太平天国圣宝，这个圣宝太平天国，你看多厚，你看圣宝，这大钱儿。完事这里头还有各种那个什么什么钱儿，什么战果币啊，那是。嗯，战果刀币。战果刀币，哎呦，这家大老板，大老板。这个你看那色，这是大老板。你看那边色，这个你看那颜色，这多钱这玩意儿？这颜色啊，那个不是你看那边那个啊，那也挺贵，那是金的。那金色，这金多钱呢？边上这纱金，跟那不一样，不一样是吧？那没有价啊，你就买那好多钱呢？几十万，这不得有个那啥？几十万纱金的。纱金那是马蹄星儿，金一两金呢？那马蹄星儿，这是那什么啥马四？嗯，马蹄星儿，它叫马蹄星儿啊。嗯，到时候认识一个东西。天明什么六年呢？啊，明代的，大明就是明。是大明是天明，这不写天明吗？就明代的，就明代的。明代的啊。对。明代就是那个卖马的地方，拿这玩意儿买马呀？不是马四吗？皇的皇上那个马蹄子上的那个马氏的马蹄，皇上马蹄子上的这是啊，嗯，明那什么那个朱元璋马蹄上的那一锤啊，明代的吗？对，明代的。明朝皇朱元璋不是明朝的吗？对，朱棣也是明朝的。他是马蹄子坑里头，这是坑里头，啥时候出坑呢？那就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早就有这玩意儿了，是你挖出来的不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！你当公安局，你可别说你挖出来的。好，现场吧，现场看。这，那个是艺术品，那个是艺术品啊。这真假的？那是艺术品，这是古董，让我欣赏的，知道吧？艺术品和艺术品那不一样啊。这不，艺术让你欣赏的，是不是？让你欣赏的。这小盒卖不卖？不卖，那装卖的我怎么装？啊，这小盒也挺好，盒漂亮，您这是不是？学么这东西得漂亮才行的。这个真不真？这个，嗯，这个真不真？真气大气，都真，嗯，必须得真，不真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必须得真，不真不行，不真怎么不行？这个沉度的看，是不是？沉呢？都走过，没那么沉，沉，死沉的。你吹得响吗？